下子就炸锅了。但是在此之前，您没有作为一个儿子或者作为一个丈夫，你好好的去调解过，去摆平过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可能这是您需要在家庭当中您的角色定位上您需要去自我反思的。我再来说一说季大姐哈。季大姐，其实呢刚才您说到您的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你说反正这个后妈呀就是好了也没好。我在想可能在你的心里面，在宋先生的心里都有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坎儿。第一个判断是什么？他真的嫌弃你的儿子。但是一般人的判断应该是这样，他也渴望着他养了11年的这个儿子能够从心底有一种感恩的心来喊一声妈。那你这个傻爸爸和儿子得有个交流吧。所以说你们俩现在的问题不是情感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不会说和不会听的问题。你对宋晓至今没有叫你一声妈，而叫你姨，耿耿于怀，这我们非常能够理解，这是孩子不懂事。但是我在想，在宋晓今天大难临头的时刻，你能够尽到母亲的责任，能够和家人一起抱团取暖，宋晓感受到了你这一个温暖以后，一声真诚的发自肺腑的妈是指日可待的。